随着蓝盈盈的迅速窜红，她和曹骏的爱情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刚开始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浣碧和沉香谈恋爱了。而由于曹骏主演的《宝莲灯》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，当时这部剧有四位女神，分别是扮演小玉的舒畅，扮演丁香的林香平，扮演三圣母的林诗妍，扮演嫦娥的颜丹晨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《宝莲灯》四大女主现状天差地别，舒畅则是这四位中发展最好的，她已经一跃成为当红小花。前段时间舒畅在《演员的诞生》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，她的演技获得了一致认可，不愧是从小就开始演戏的老戏骨。如果说舒畅是发展最好的，那三圣母的扮演者林诗妍应该是最惨的了，不仅事业毁于一旦，还锒铛入狱。林香平和颜丹晨则是作品很少，一直不温不火，现在两个人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《宝莲灯》可以说是两个人的事业巅峰了。